歡迎大家收看科學新知啊！今日這個題目又非常之實用啦，因為呢個即係差不多牽涉到呢個地緣政治同埋呢個全球嘅科技嘅爭霸戰啦。咁啊，最新消息啦，唔知道你知唔知啊？越南係500亿投資做呢個即係晶圓廠喎。嗯哼，咁一啲都唔奇喎。你可以未來想像到喺東南亞國家咧。是會很多這些咁嘅，他們覺得值得投資的高新電子產業在裏面咯。嗯，係啊。咁但係我哋咧就唔係即係講呢樣嘢。咁因為咧，即係我哋係講個最新個科技嘅發展啊嘛。咁有一個名字我咪冇聽好耐噶啦。咁咪呢個就名咧就 IBM 啊。嗱，點解我會提？因為我當年咧，我第一份即係出嚟做傳媒嘅工作咧，大家估唔到啊，我係做電腦雜誌嘅。咁當然做電腦雜誌咧。就不是講 Microsoft 啊，唔係講 Apple 啊，唔係講IBM 喎。咁但係 IBM 到而家咧，仲搞啲咩嘢咧？哇，好多年冇聽過 IBM 嘅呢個名字啊。咁其實咧，我哋上次提咧，可能都係唔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嘅。我哋記得講嗰啲關於量子電腦啊、超級電腦研究咧，我哋有提到 IBM 嘅，但係我哋就 IBM 基本上係完全落後嘅喺呢一度。咁當然啦，落後意思就係話喺而家以最快最先進嘅技術嚟講，就絕對數唔到佢啦。但係咧，就喺啱啱嘅呢個星期，有一個諗都諗唔到啊 ！IBM 竟然喺佢一個獨特開發嘅技術上邊咧異軍突起，而且咧佢呢個嘅發明甚至乎係一個我會話嚇一個喺計算機科學嘅發明，佢出嚟嗰個研究成果。是由那個自然雜誌一個純科學的期刊都將它接受刊登了，所以我覺得就一定要介紹一下 IBM 嚟緊在那個計算單元或者那個晶片這些這樣的設計那裡，它有一個什麼這麼突破性的發展呢？它聲稱自己可以做出一粒東西，一個運算單元出來是比現時的 CPU 和 GPU 都要快的，咁即係呢個我會慢慢講嚇。嗱，咁但係可唔可以首先講嘅簡單講講咧？其實而家個晶片而個形勢點？當然呢個好複雜啦，唔係三言兩語。但係問題就係，其實而家嗰個喺嗰個戰略方面咧，係爭緊係嗰個晶片邊一部分係打競爭最激烈啊？嗱，咁講啦，最簡單嘅量化嚟講，就係話咧，你可唔可以將越多嘅運算單元擺喺一個越細嘅單位面積嗰度？咁於是乎，你一粒細細地嘅嘢就可以計越多嘢，係咪？你要做到咁嘅話咧，你就要將咧嗰啲計算單元去整得好細啦，甚至乎嗰啲通道都整得好細啦。咁所以我哋成日講幾多納米幾多納米嘅技術係唔係？即係譬如話嗰個荷蘭嗰個光刻機可以幫你咧製造到係咪3个纳米，甚至乎更低嘅呢啲咁樣嘅計算單元。然後台積電就係好能夠將呢一個呢種技術付諸量產實行嘅一個機構，係咪？咁然後設計呢啲咁嘅晶片線路，將佢擺得最靚最有效嘅，就當然就係而家喺美國嘅尖端科技。咁所以我哋提到呢啲咁樣嘅 CPU 設計嘅鐵三角，呢三個國家基本上就佢哋已經係叫做啊，可以話壟斷住喺呢啲咁嘅晶圓設計製造量產嘅即係最先最尖端嘅位置。咁但係咧，我認為咧，即係如果用喺今個禮拜呢單新聞嗰度咧，呢一個介紹呢一個講法都仲係好狹隘。咁點解咧？因為大家可能都會喺今年特別聽得多啦。除咗 CPU 以外咧，就仲有一樣嘢叫 GPU。咁於是乎，佢 GPU 呢樣嘢係咩咧？就係喺你嗰個運算設計入邊，點樣將嗰啲運算單元組合一起，嚟令佢可以承擔某一啲特別嘅任務咧？你會發覺 GPU 佢本身個設計咧，係特別有利於做平衡運算嘅。CPU 同 GPU 咧，佢本身嗰個你可以講佢嗰個原理上嘅分別唔大，但係喺佢入邊運算單元點樣去組埋一齊，點樣去鋪排嗰度咧，就有兩者有一個分別。於是乎就令到佢哋咧可以喺承擔即係一啲運算任務嘅時候咧，就有一個唔同嘅效果。喺人工智能運算或者喺嗰啲影片畫面同埋遊戲嗰度嗰個處理入邊，好多時需要用到一啲不停重複一啲嘅運算嘅時候咧，你會發覺
用 GPU 嚟去製成嗰個顯像嘅嗰個嘅運算單元咧，係特別有效。咁但係 CPU 咧一路喺佢本身嗰種文書處理運算咧，咁當然就依然係繼續去領先啦。咁而家咧就我仲未講完一樣嘢就係咩咧？喺呢度咧就要理解多一樣嘢。好多時計算機或者我哋你熟電腦嘅人你都知嘅就係、是、你講嚟講去 CPU 同 GPU 佢都係一個從事運算嘅單位，然後咧去儲存記憶有另外一個單位就係、是、啲 RAM 嗰啲記憶體，咁佢係鋪置於呢個 GPU 同埋 CPU 以外嘅嚇。咁即係當然你嗰個 GPU 好多時都話會配置咗幾多嘅記憶體。甚至乎你的 CPU 你的電腦本身又要配置多少記憶體，那你會發覺你是清楚認到它那些 RAM 是在那個運算單元以外的，即是可以認到出來的。那這個就是即是它本身那個設計我們慣了就是這樣，那於是乎你有什麼計算了，你需要有什麼資料暫時儲存，你又要將它訂回去這個 CPU 或者 GPU 以外那裡作儲存，需要讀取的時候又去外面去讀取。所以咧，喺嗰個嘅計算機科學呢啲咁樣嘅運算單元設計嗰度咧，阿 von Neumann 咧其實佢有講過嘅，其實就係話咧，你如果係需要將呢個運算同個記憶呢樣嘢分開擺嘅時候咧，你中間點樣 back and forth 咁樣來來回回將呢個資料去傳輸嘅時候咧，就會令到你嗰個整體運算機器表現就會有個樽頸，就有個限制喺度。咁呢個就係甚至乎有人去命名叫 von Neumann 嘅 bottleneck， 一個由佢命名嘅一個樽頸。咁好啦 ，IBM 今次喺呢度咧就衝住呢個樽頸而嚟嘅。咁我覺得佢嗰個做法嗱講出嚟大家會好易明嘅，但係我覺得佢做出嚟嗰下點解能夠做得到，我覺得先係更加犀利嘅地方。咁具體我都唔係太清楚。咁 IBM 喺佢今次嘅發表嘅結果度咧，佢就話我就將傳統 CPU 同 RAM呢啲嘢分開擺設嘅呢一個概念打破佢，反而我更加去模仿下我哋實際上腦部神經元係點運作。嗱，其實我哋都知道嘅，我哋人腦咧，我哋神經系統咧，我哋去記得一啲嘢咧，我哋係唔需要有另外一個 RAM 喺度嘅，即係你唔會話有個器官叫做 RAM， 你可以擺多啲，攞走少啲，於是乎我就可以記得唔記得啲嘢。你發覺我哋成個記憶係基本上就儲藏咗喺我哋嗰個嘅神經元系統喺裏邊。即是说我们每个神不要说每个神经元或者每一个小组神经元它都有一个的记忆功能在里面，就不需要有一个外置的 RAM 在外面。那现在呢 IBM 它重新设计这个运算机的单元，我就不会再叫它做一个 CPU 或者 GPU， 因为它已经不是只是 processing units 这么简单，而是它里面是有很多很多细细的记忆单元混在里面。咁佢就模仿翻我哋人嘅神經系統點樣運作，佢就將所有嘅呢啲 RAM 咧就擺曬拆到細曬，就擺鋪完全係鋪置咗喺佢每一個運算單元嘅附近嚇。咁所以成嚿嘢咧就佢直頭話係一個 AI chip， 佢本身就係一個晶片。呢個晶片入邊有曬你 RAM 同埋 CPU 入邊應該要扮演到嘅功能。咁所以咧，你如果即係睇翻個 IBM 佢出嚟嗰個嘅。即係嗰個網頁入邊嘅圖咧，咁佢嗰塊線路板上面，佢成塊就係即係嗰塊咁嘅嘢咧，就佢叫 North Pole 北極 processor 嚇，咁就係佢自根據呢一個嘅模仿腦神經元結構，佢重新設計過嘅晶片嚇，咁佢而家就 claim 咧就聲稱咧就係話咧個表現咧就好過曬你而家見到嘅同級嘅 CPU 同 GPU 咁樣。好啊，嗱，你講得好簡單啦，即係我一聽就明啦，就係將嗰個記憶同埋嗰個運算嗰度咧就可以用啊。講嘅易咧，做起上嚟係咪一個好複雜嘅一個即係相當嘅技術性相當高嘅工序嚟嘅？嗱，我甚至乎都唔清楚佢具體上，你如果即係你可能會問就係話，攞個放大鏡、顯微鏡睇入邊啲線路係點啊咁嘅樣。咁一嚟我都。未找到相關的圖啦嚇，咁而且你再睇落去，係咪咁容易咁即係咁容易睇得到入邊係咩一回事咧？咁樣嗱，我自己冇咁嘅能力去睇住，咁但係可以講多少少資料俾大家嘅就係咧，
佢去整嘅時候咧，佢點樣去比較咧？嗱，佢而家就話，而家我就 keep 翻大家嗰啲即係導電嘅通道嚇，都係用同等粗幼嘅嗰種技術，就係講緊咧十零納米度啦。咁佢就去同嗰個十二納米嘅 GPU 同埋一啲十四納米技術整出嚟嘅 CPU 去比較。佢自己亦都用翻十四納米定十二納米度嘅技術嚇嚟去整佢而家呢個咁樣嘅晶片。咁而家就係話啦，喺大家嗰個通電上嚇嘅物理限制係相等情況之下，我換咗呢個新嘅設計。呢個新嘅設計係將運算單元同埋佢啲記憶嘅單元咧係混合曬喺一齊，然之後咁去做嘅時候咧。佢就發覺咧，就可以快咗成廿幾倍。佢講緊嚇，即係佢咁講啊，係比起而家咧最有效嗰個 GPU 咧，就應該就係對應緊嗰個十二納米技術整出嚟嘅 GPU 咧，就應該直頭講就係 NVIDIA 嘅產品咧，係仲係有效咗廿五倍。嗱，佢呢個有效廿五倍咧，都仲要仔細睇嘅。咁就係咩咧？佢係講緊綜合埋佢個速度啦，同埋耗電量啊。同埋佢嗰個你需要擺幾多嘢去幫佢散熱嗰度咧，佢發覺係散熱更加好，耗電量於是更加低，然後亦都係運算更加快嚇。咁你會發覺就即係當然佢快係根據一個咩嘅任務落去咧。咁呢度我亦都未係好清楚，但係好即係睇得出就係話咧，呢個重新去做嘅呢套咁嘅技術，模仿人類腦神經元運作嗰個技術咧，似乎個潛能係好大嘅嚇。即係你諗係而家係咁，依就講緊廿五倍更加有效嚇。咁你可能七除八扣，會唔會就係的而且確我最後都揾到呢一種 IBM 嘅最新技術？佢的而且確係可以喺平衡到一啲平衡運算，或者係其他更加複雜嘅運算嗰度係有一個整體上更加好嘅表現咧。咁呢個係大家會好期待咯。好啦，咁嗰個人物咧就係一位印度裔嘅朋友啦，咁啊 Moda， 咁但係我哋唔知個背景，但係佢而家個新聞講，佢匿埋做呢單嘢就成十幾廿年嘅喎，係啦，秘密地去做喎，唔話俾人知喎。而且係你會發覺先前我哋一路嘅印象就覺得 IBM 完全落後咗咯嚇，即係你話諗翻啦，當年你話八十年代，你講十隻最活躍美國股票，第一隻就同你講 IBM 嘅，其實就係。咁而家你會見最勁咁都係 Microsoft 啊，甚至乎可能你見 Nvidia 都呢啲都異軍突起咗出嚟。咁但係咧，我覺得 IBM 今次呢個秘密武器咧，我又覺得真係非常之犀利。同埋你話如果講佢係模擬人腦嘅運作嚟做出更犀利嘅效果，我覺得又好值得人去佩服嘅喎，真係。嗱，而家佢咁講咧，佢話咧，佢需要用到嘅 RAM 咧，總體上嘅 RAM 咧，嗰量咧係會少咗添。咁但係究竟如何能夠做到咁咧？咁呢個就好關乎佢嗰個設計上嗰度。咁但係又如果大家明白個圖像嘅時候，你會唔難去理解，就係話我唔需要下下去走到去隔離嗰區嚟去儲存住個資料同攞翻個資料。記憶呢樣嘢你要儲存，即係就好似你屋企有啲嘢要存倉，係咪？你明明住新界，你都唔想去 book 一個要去到香港島或者九龍嘅迷你倉，係咪？你都盡量想啲嘢揾一個最平嘅方法喺就近度儲存。於是乎，我去無論去提貨，抑或去存貨，個速度都會快咗，耗費嘅能量少咗。咁淨係呢度，淨係明白呢點，我諗大家好容易明白點解呢一種咁嘅運算單元可以有效啲。咁呢個亦都係相信就係點解阿 Moda 嚇同埋佢哋背後成個團隊就係咁努力不懈去揾呢個答案嘅原因。你睇翻腦神經科學都係嘅，我哋都會好驚訝，就係話點解我哋個腦部咧可以係做咁多個運算，然後亦都係可以個能源耗費得咁少啊嚇。嗱，雖然你話我哋個腦部相比於其他器官嚟講都係好耗費能源嘅。但作為一個運算工具嚟講咧，我哋個腦部咧其實係算係比其他電子化嘅運算產品咧係更加係有效嘅，個效能更高嘅。咁而家似乎就係呢一樣嘢係更加有根據啦，就係話我哋模仿我哋腦部嘅呢一個嘅實體嘅運作嘅時候咧，的而且確係幫我哋係令到嘅運算單元更加有效。咁究竟點解過去咁難做到，而家先能夠做得到？咁我諗亦都要好拜，就係話而家呢一種嗰個光刻技術個進步啦，
同埋我哋點樣將呢啲微細嘅運算單元可以鋪設得更加有效呢樣嘢咧，就即係、就是、我諗就息息相關。你話具體上呢樣嘢嘅成本係幾多，會唔會效益更高咧？暫時我呢度就未係好睇到個資料，但係純粹由個原理上嚟講咧，我諗就其實呢度好容易就説明到俾大家聽，咁所以就點都即係將呢樣嘢話俾大家聽先。啊，仲有一個問題就係咧，佢呢個嘅晶片啦，無論而家個晶片發展係咪就要即係將個人工智能嘅技術推到更加高嘅階段？就我諗就一定係㗎啦。就算唔係為咗人工智能，你純粹為咗本身嘅嗰種運算咧，你都係希望能夠將佢就即係越推越盡嚇。咁你話呢樣嘢咧，就好大機會就更加成為未來一代嘅比較係即係佢可以將現時嘅呢種傳統電腦嗰度再更新一下啦。即係我哋都知道嘅，而家我哋睇緊。我哋未來嘅超級電腦，即係用傳統技術整嘅呢啲嘅運算單元砌出嚟嘅超級電腦，可以推到幾盡咧？嚇，跟住好啦，如果我哋唔係用傳統嘅技術，轉到去量子層面，咁量子電腦我哋知道亦都有啲係超越咗而家本身嘅傳統電腦嘅。咁但係量子電腦係唔係一樣可以屋企好容易玩到嘅嘢嘅？喺暫時嘅即係短期嘅將來嚟講。好短期嘅將來，我哋仲係依賴住呢種傳統電腦技術嘅更新嚇。咁我甚至乎會話，由呢樣嘢會唔會都可以提供到一啲比較指導性嘅概念嚟去指導住我哋未來點樣去設計我哋嘅量子電腦添咧？咁呢度就要有賴於即係嚟緊呢啲做計算機工程啊、計算機科學嘅即係嘅專家去再開發多啲嚇。咁但係由科學嘅層面咧。我哋就好睇到嗰個模仿人腦自己嗰個運算嘅嗰個威力咧，你會發覺咧就喺今次呢個 IBM 嘅新發明度就彰顯咗出嚟。好啊，嗱，原本啲字喺度完嘅，但咧有一個小題目啦，就即係應聽眾嘅要求，因為佢有啲疑問就係話呢個係咪好勁咁啊？就係喺即係日前嘅報道啦，好即係經過琴日啦，就中國科學院院士示範呢個隱身術。咁啊，佢相信全民隱身嘅時代咧嚟緊，將會嚟臨啦。你可唔可以簡單講下發生咩事先？嗱，睇翻嗰單，我覺得就即係、就是、我唔知點佢可以夠膽吹到咁大啦。咁首先呢樣嘢本身就唔係一個中國嘅發明嚇，但係佢係一個示範嚇，佢係一個已經有咗好多年嘅技術，就擺咗喺呢個中科院嘅場合度示範。咁佢嗰種隱身嘅原理，純粹就係一個普通光學嘅原理嚇。咁其實咧，即係台長而家都 show 緊出嚟啦。喺呢一個2019年嘅一啲即係西方嘅媒體度已經展現咗呢種咁嘅技術出嚟㗎啦。佢就係一嚿你睇落去好似磨砂質咁透明又唔透明嘅嘢，但係你走咗呢嚿磨砂嘢後邊嘅時候，你成個你唔見咗嚇。咁其實佢只不過係一種光學嘅散射原理，令到你發出嚟嘅光唔能夠有效到傳遞去前邊嗰度，將佢拆散曬咁解啫。甚至乎呢塊嘢，你將佢擰90度，由打洞擺變做打橫擺咧，你已經睇到嗰個隱身效果已經差好遠嚇。咁所謂呢一個隱身術，即係而家呢種光學隱身，我覺得純粹一種普通嘅光學嘅 trick 嚟嘅啫，就唔係咩咁大嘅嘢嚇。你話如果有冇可能做到一個電子化嘅隱身，就幫你將你後邊嘅射過嚟嘅光拍攝咗落嚟？就在你前面一個畫面度 show 出嚟，就於是乎令你看起嚟就好似隱咗身咁咧。咁呢樣嘢就不嬲有人做緊嘅。但係你話嗰個效果喺嗰個二維平面上好容易做，一去到三維又唔同角度睇落嚟嘅時候咧，基本上就冇乜，即係暫時都冇乜嘢新嘅，即係新嘅突破喺度嘅嚇。咁所以就所謂乜嘢吹到全民隱身呢樣嘢，咁我覺得就即呢個佢啲口號嚟嘅啫，實際上個科學成分唔高咯。好，咁我哋要喺度呢一節喺度結束，我哋下一節再翻。梁錦祥工作室喺呢一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嘅年代，我哋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堅拒自我審查，因為我哋相信內容有價，而你哋嘅支持就至關重要。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 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守護自由言論。而我哋喺 YouTube 頻道上面嘅每一節節目，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同埋撳鐘仔啊！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